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Yoni。 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穿的特别的 summer 啊？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太暖和了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看一双与众不同的丝袜，我现在拆开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哎呦，不错呀，你看它这弹力。我个人的话还蛮喜欢这种蕾丝设计的，穿上的话应该特别有女人味吧，我觉得。为了能配上这双丝袜，我还挑选了一双这样的鞋，毛茸茸的，穿上应该挺性感的吧。那走吧，咱们上身试试它。我觉得上身还挺好看的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